儿童音乐广播剧，剧名《海绵大宝奇遇记》，旁白彩艺担任，蟹老板钟颖担任，派小新钟颖担任，海绵大宝伟霆担任。在人潮众多、一如往常忙碌的蟹堡王餐厅里，蟹老板望着客人们一个个进来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努力工作的海绵大宝也正在厨房做着美味蟹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蟹老板，这个美味蟹堡怎么那么难吃？口味一天比一天差。大家的味觉都变迟钝了吗？这样难以下咽的食物怎么可以在我们美食餐厅指标的蟹堡王出现呢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小米，我们天下第一的招牌美味蟹堡竟然被你嫌得一无是处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不要耽误我们做生意的时间了。蟹老板，我这么说可是为你好，我敢说我做的美味蟹堡一定比海绵大堡好吃十倍，你想想，到时候你就有十倍的客人哦。一定有许多人慕名而来，蟹堡的餐厅马上就会挤到坐不下了。是真的吗？十倍的客人？好，就撑着你这句话，我马上将海绵大宝开除，以后你就是我们蟹堡王唯一的专属大厨。哇哈哈，海绵大宝，你被 fire 了， get out。 什么？ Oh my god， 蟹老板你不可以开除我，我这么喜欢我的工作，蟹老板你不可以开除我。蟹老板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而采用了派小新的建议，将海绵大宝开除了。可怜的海绵大宝伤心地掉着眼泪走出蟹堡王餐厅。蟹老板抛弃我了，我再也不能做美味的蟹堡了，我没有地方去了，我是个可怜的海绵。海绵大宝伤心地走在街道上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墙角哭了起来，吓到了正在走路的路人哆啦 B 梦。哆啦 B 梦开口问了：“哎呦喂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马路上哭了起来？”“别说了，我刚刚被开除，再也不能工作了，我不能当员工了，再也无法戴厨师帽。哦，我亲爱的美味蟹堡。”“美味蟹堡。”哦，你是说那家鼎鼎大名的蟹堡王餐厅啊？没关系，我在这里刚好有个秘方，可以帮助你东山再起，再扳回一城的。将铜锣烧和蟹堡结合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大卖的，哇哈哈哈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样我又可以工作了，我最喜欢工作了。好吧，我愿意试试看。哆啦 B 梦跟海绵大宝正在厨房里面努力研发美味蟹堡。成功的，成功的！一颗颗丰富饱满、甜使人不偿命的红豆，加上美味多汁的肉片，甜味与咸味的奇妙结合，交织成丰富的味道。终于被我们做出来了，哆啦 B 梦，我们实在太厉害了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好了好了，你别恶心了，赶快将我们的新产品推出吧。没想到铜锣烧堡的口味实在太奇怪了，反而引起大家的注意。海绵大宝的生意蒸蒸日上。
蔡小新，你说我十倍的客人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看到客人都往海绵大堡的小摊贩去了？我被你骗了，你实在太可恶了！而且你还得了感冒，传染病毒给我。谢老板让我唱一首歌来跟你表示我的歉意。你有没有一种全身无力的感觉啊？我觉得我快被煮熟了，我的头好烫啊，都可以拿来煎蛋的啊。别说了，还不都是因为你害我跟着被关在这里。谢老板跟派小新原来得了 H1N1， 经过治疗后被送往隔离间了。蟹堡王餐厅也无期限的停业中。我竟然会听派小新的话，我当时一定是头昏了。我的餐厅跟美味蟹堡都离我远去了，我来冲个水冷静一下。没想到蟹老板太生气了，一不小心跌了一跤，摔进马桶里被冲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铜锣烧堡就是全世界最美味的汉堡，哇哈哈，没有人可以打败我。叫我吗？哈哈。